和现在隔着老远，我也闻得到他身上黑暗死寂的气息。这副样子，也难怪没人能认出现在使用的武器被染上血色的雨刃。听说雨族人都是天，他们战斗时如舞蹈般轻盈敏捷，但在他的身上能感受到的更像是疯狂。他们战斗时如舞蹈般轻盈敏捷，但在他的身上能感受到的更像是疯狂。截然不同的，不顾一切的疯狂。复生后的他似乎还决心了面对这场最后的毒舞呢。面对这场最后的毒舞呢。影究竟是